我的爱。我的妻子，死神带走了你的气息，却没能带走你的美。陈志恒，你喜欢我吗？这里，就在这里，我要在这里安息，长眠在这里。我要将这不公平的命运全盘搅乱。你以为你的100万可以替我摆平一切，是不是？毁掉了我一生的梦想，我毁掉是你的鲁莽和你的鲁莽为你带来的灾难。再看最后一眼，最后一次拥抱，嘴唇，这个呼吸的模糊。就让这次亲吻和死神签订一个永恒的契约。最后一场，是啊，最后一场。阿姨，我不要跟你说话。医生，医生，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刚才做了 CT， 大脑没有损伤，只是颌骨骨裂。骨裂？这么骨裂？刘一鸣呢？那剧院的人都去哪儿了？人呢？莫董，我们出去说吧。刚给志恒打的止痛和安定，让他休息一会儿。走吧。志恒。
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剧院的确是负有责任啊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您儿子先动的手，当时现场的许多观众和台上的演员，他们都亲眼看到了。看到了，你为什么不说我儿子动手的理由呢？我会保留追究剧院责任的权利。妹妹，不要冲动。再说，志恒受的伤也不是那么很严重啊。骨头都裂了，还不严重啊？要把人打死才叫严重吗？不说啊，店长，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咱们坐下来再慢慢解决，好不好？也好，也好啊，啊，需要有人帮助的话，不需要。再见。你这种人真是……叔叔。这件事儿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件事都是我不对。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就是这样回报志恒的吗？你就是这样不辜负志恒的吗？是。也许你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，可是你做，你做了最令他难堪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不说话。对不起，阿姨。你走。你走啊！离我儿子远远的。直到你离开我身边以后，我是怎么度过的吗？我不止一次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可能再爱你。爱过。